Hello，私下偷偷多玩了40天，我用了3个小时吧，然后玩到哪里了？我都忘记了。啊，对，全部升成 S 了，换了一个上路，然后其他都是升上去的。那时候上路一直等不到，结果就莫名其妙，不是莫名其妙啊，就只能升了。好困哦！今天下午本来要开的，应该说中午要开台，然后再看那个我们的总统辩论的。是辩论啊，对，然后各种不知道在听的什么，伤害民众，等下我现在好呛哦，等一下。来泡，我现在又看又想睡觉，然后就看完之后已经5点多了，啊，想说小睡一下，就是，想想哦，我6点半开始睡，不得，快7点才睡，小睡。你看，我现在好强哦！完了，消耗抵抗，赛事，哦，然后我就这些都打过了，剩这个，可这个要打吗？这个还没打欸。好啦，打啦，确定啦。那再来就是还有什么？哦。就这样，就多了很多这个吧，技能，工作宣传，哎，我刚没有点吗？恢复生啊呢？为什么最敏感的最危险？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好惨哦，我，你看我。关闭。我总记得有件事情要一直做到忘记呀、糟糕了，直播。1、2、3、4，90游戏还能找谁啊？没人了啊！为什么最敏感的最危险？哎咻！练习熟练度，花费练习，
哦，点数不足。还是要玩那个啦，爬塔。可是爬塔，我不知道可以中途存档还是什么的。然后玩了一下，时间有点难拿捏，就没有玩了。QQ， 太小。啊，这距离总统，哎、欸，对耶，因为魔兽世界冰原出了之后，隔天有总统大选了，所以其实，哇，被打哈欠了，我的天啊！啊，我去拿那个，我去拿我的提神饮料，站一下哦。哦，游戏名就没改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用掉用掉。我前天在全家买了一个，他就写能量饮料买一送一，然后我想说他只写买一送一应该很便宜吧，我就买了一个很像有爪子图案的嘛，有爪子图案的那个饮料跟那两罐提神饮料一起，想说嗯应该不到100块，结果啊超过100块。然后就说，请问这多少钱？他说，两罐买一送一，68块钱。我说，哇靠，小小，这也不是小小一罐，就是，就很像，也不是，来怎么讲，也不是太小罐，就买下去，一罐要68块，而且还是买一送一耶，哇，魔兽世界吗？哦，魔物猎人呢？哦，好难喝。对对对，魔爪，它比魔爪小罐，比魔爪贵耶。这叫做 DUK 能量饮料，森林水果 ，Dash 黑色。下次不买了，好难喝哦。它很奇怪，它甜甜的，可是喝下去没有甜的感觉，感觉就跟喝汽水很像，你就像汽水喝下去，你口中的糖整个是蒸发掉了。我也想开魔物猎人，不，魔兽世界啊。我想开上去钓鱼，因为有些钓鱼成就我都没有解到，在一个鱼池啊钓500只鱼啊那种感觉，那种成就。我跟你讲哦，这只一折伤害很高，但很薄，我特地挑都是挑那种 QQ 技能的，都是。就是都是消耗型的啊，死了！哎、欸，不能这样玩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不行啊，我就是要凶一点啊！想揍他一拳，想叫他滚远，
等一下哦。哎、欸、啊、哦，我们这边有集会所。嗯，先来帮我挂台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顺便帮我挂台吧。科科，跟兔窝的说一下，帮我挂台。然后我的上路啊，点分推后有伤害加成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怎么有点惨啊？不行，我们会赢，我们一定会赢，我们一定行，绝对绝对有问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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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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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了。凶他，凶回去。欸、一直被杀，心态真的掉好多，好恐怖哦！为什么都是这样子啊？死掉之后。火焰在烧，那就烧死掉了。啊，出活都没有看我，是不是？你人真好，谢谢你言笑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们一整个下午在等你耶。你是现在是作息是不正常吗？本来是在帮你，本来想说帮你打贝西，啊，结果你下午也不在啊。我想说，下午你如果在的话，啊，我就开台我打贝西啊。结果你不在，哇，好惨哦。然后想说下午不知道开什么，就挂开着这个，然后再听那个我们的总统发表。你走。11点，我那时候在干嘛？也没干嘛、欸。11点都还各弄各的吧。是Jungle，想揍他一拳。想叫他滚远，我不配站在你眼前，你的头怎能看不见？为什么最迷人的出现？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？为什么那么痛？啊，对啊。然后早上的时候，我有一个繁星什么航空，呵呵，想叫他攻速消耗伤害。哦，不对，我们要省星星的了。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？要来省星星啦！这个还好。你看一折的属性 ，poke 的伤害 ，poke 的几率，然后再加上他，我有装那个我的队员，有这个。poke 伤害，再加 poke 命中率，再加这个消耗几率，哇，完美！个头啊！有吃饱吗？有啊，晚餐有吃。铂金大赛，哇哦！
这个等是可以打啦，只是先缓缓吧，我现在好紧张哦。助理，赞助商。我心情怎么？发点巧克力啊！我没有，我没有心情不好啊。就我在唱我的女神唱的歌啊，因为我很喜欢豆花妹啊。交涉完成。哦，真的很夸张耶。关闭，然后啊，这个，我的队员，因为他们心态都崩了，这个要娱乐，这个娱乐，这个健身，哇，你心态都没变哎，哇，健身。哦，这个东西的大小跟那个润布一样，可是润布也没有一罐68块这么贵啊！这是不知道在贵几点欸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，好怕哦！哎，等一下哦，我先看一下约战高手哈。啊，我们可以约了，我们江国也可以 S 接了，等一下就有个 S 加，对啊，这个是等，就是我的 AD 也可以 S 加了，所以要等。那现在先把江狗弄起来吧，就选一个吧。是游走的时对地人走的哦，这个很棒哎，因为他们说，就是 gank 的时候，如果你突然出现，那他们会有惊叹号，然后会手那个就是会打乱他们的阵脚，会手足无措什么有的没的。好啊，算了，之后再说。抱歉，又有了赛尔电脑。心情不好会唱歌吗？反正心情不好才不会唱歌吧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心情不好我会干嘛？我会去找兔子的照片看或兔子影片看吧。我是那个兔子社团里面，就东看西看，看别人养的兔子这样。然后玩这个原因是大概5分钟，就是用讲一场比赛大概5分钟，然后中途比较好存档有的没的，所以才玩这个。所以大家直接跟巧克力他们玩的时候会比较好拿捏时间。呀，后来玩今天应该是玩这个玩第4天了吧？后来发现这款游戏其实真的也挺浓的哎、欸。看点点照片哦，也是会啦。但我更喜欢看布布的照片啊，也没有更啊，都很喜欢啊。因为
有看到那种别人家的兔子卖萌啊，那种啊。小开了，烧，好。我今天有下午玩的一场超夸张的，就是我的下路两个人啊，直接直直破、哦，把人家的高地前面的塔也拆掉了，就是上中的外塔都还那个一塔都还在的情况下，他直接把人家第三个塔拆了，超夸张。